这一次的获奖，其实首先要感谢的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那以及我们很辛苦的恒维建筑师事务所的陈文陈建筑师设计建造团队的努力，以及现场我们团队的传统匠师三方所有人员参与人员的一个共同的荣耀。在我们建筑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在能够成为古迹的建筑师，而且能够保留到今天，实属不易。那我们要尽量的去保留以前的工艺以及它的艺术价值，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上面把这些东西埋没掉或是让它消失掉，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古迹人所应该有的使命。